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？好烂啊！我不想看。你最讨厌的女明星是谁？明星啊，最讨厌哦。维露露吧。三香口味的送一包，来听好，来要的，要的，要的烤肉组加一，加一啊，加一啊！肉片超多，肉片满满的，牛排肉片啊，刚才有买板腱的哦，刚好没。来花枝丸加码送一包，不用三千五，不用三千五啊，这一标不用三千五百块，来要的开始加，不用三千五。你们有什么特殊要求？接单的时候帮我加赖留资料。好，特殊要求留在赖上面，赖记得留下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脸书名称，就是接单。